7月22号 ，morning。昨天晚上不能玩篝火，所以睡得很早。现在好静啊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今天的任务是去租一个卡努，然后去他的那个湖里边划一划。然后听说这个阿岗昆这边鱼情特别棒，所以一会儿呢，同时去甩两杆。今天只有一天的时间，在这个主要是在这个 OP Angle 这个湖上来钓鱼，不涉及到一个湖到另外一个湖，所以这回呢就不租这种玻璃缸的了，直接租一个铝的比较笨啊，你不能扛起来从一个湖到另外一个湖比较费劲，但如果在一个湖上的话，这种铝的更稳一些。雨下大了，咱们前面那个岛登岛休息一下吧。行。这回这小灶可立功了啊！午饭，那你看水，我接着钓鱼去了啊。叫小 bus。 阿岗昆这儿有无数的岛，所以最好玩的方式呢，就是租一个卡诺，然后呢划到哪个岛呢，上去看一看。在这儿你可以随便体验一下这个岛主的感觉，数不清的小岛。
闷一会儿就好了哈。嗯，搅一下闷一会儿。我看看里边。加了水它就。嗯哼。让它稍微。这是那帮登山的食物。味儿怎么样？不错。真不错。雨停了。吃完了咱们出发。好呀。拜拜了，小岛。拜拜。哦，干嘛？哦，在录视频。我们什么时候做晚饭呢？待会儿吧。今儿一天这天都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，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。玉米好吃吗？还行。黏玉米吗？对，黏玉米。嗯。我们来的时间还是太短。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建议就是还是多计划一些时间在这里。我们三天的话，你只能玩个皮毛。你像我们隔壁那大哥。还是多少天？14晚是吧？14晚15天，那基本上就可以把北边的那些地方都玩到了。那种玩法真不错。我们这个没办法，因为回去还有事儿，否则的话真应该在这多待一些日子。老板要几成熟啊？这回这窟窿里我带了两大袋冰，还真给力。这牛仔骨提前腌好的，在里边还冻着呢。这两袋冰竟然只化了一袋，给力。刚刚去洗澡的时候问了一下那个管理员，今天虽然陆陆续续的下了一点雨，但他说这个雨量远远不够，所以那个政府的禁火令呢还在，是从11号开始的，这次已经到今天已经12天了。所以最近如果有来的朋友呢，最好先在网上查一下他这个禁火令还在不在。这个是上一批人留下的。然后明天的计划呢，就是早上起来继续在阿冈昆里转一转，然后到旁边的一个也是一个省公园里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trail 去走一下，下午呢回家的路上去白求恩故居看一下，就算缅怀一下白大夫吧。今天就这样。Morning, day three. 第三天，小鸭子，你们好。
正当 CC 在车里收拾行李，我在车旁拍摄陈景时，背后一股腥风袭来。按照评书里的说法，这往往是大虫猛兽出没的征兆。一回头，十几米外一只黑熊带着三只熊崽正向我走来，双方对视，空气静止。一脑子懵的我在咽下一口唾沫后，以一个只有瘦子才能做出的高难度动作窜到了车里。早上6:40我们刚起床，刚从帐篷出来就看到熊了，赶紧跑到车上来，现在给大家拍一下。熊宝宝在后面。三只熊宝宝。走了啊！刚才扒的是这个位置，还挺厚道，没给弄出划痕来，真行啊！这个在猎区的时候你找都找不着它，在这种地儿它来找你玩。这就是这条 trail， 在 Highway 60边上，就在阿甘昆旁边的另外一个省公园。然后呢，比较著名的是这个 trail 要走一走。OK, let's go. 已经可以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了。这就是那个 Rocky 的 Fall。OK， 咱们再往上走走吧。这路挺有感觉的啊。OK， 现在走完这个 trail 了，感觉整体一般，风景一般，只不过确实挺野的。我们在这逗留大概有40多分钟了，一个人也没有看到。OK， 下面就往回走，往回走，然后去白求恩故居。白求恩故居坐落在格雷文赫斯特小镇，距多伦多165公里。1973年，政府出资购买了白大夫出生的这所房子，按照他出生时房子的原貌进行了修缮，并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名胜。后来又在隔壁建了一座白求恩纪念馆，
用于展览白大夫生活战斗的实物、照片和相关物品。都是有中文的，有中文翻译的，这个挺赞的。对，今年是这个中加旅游年，估计会有很多人来这儿，尤其我们中国人对这儿别有感情。不过今天到这儿以后，我没看到一个游客，都是空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是需要买票的。OK， 这是票价。我们进来了，它这个地方呢，等于是分成两部分。那边呢是那个它的白求恩故居，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有点类似于一个博物馆，可以看一下。万古流芳。这个是1995年赠送的。背景音乐是白求恩大夫在接受肺结核治疗期间喜欢的歌曲。哇，这儿是校友。讲解员刚才说呢，这个房子里大多数的这种家具都是根据那个时代重新摆放的，但并不属于那个他们家的。有几件比较例外，这一件椅子，这是属于白求恩家族的，他当时出生在这的时候就有这个。
as a minister, work for church. Oh, okay. Yeah. 哪个是？他这个屋子是他爸爸的办公室。哦。这位用手这个托着下巴的这位是白秀恩的父亲。嗯，这个照片的拍摄地点呢是 U of T 的 Knox College。这是白大夫出生的房间。到此为止，我们的这次 road trip 也要告一段落了。总结一下，夏季的阿冈昆没有秋季那么绚丽多彩，却是一处远离城市喧嚣、享受简单生活的好去处。建议大家多住上几天，把节奏降下来，给自己的身心彻底放个假。另外提醒一下，阿冈昆公园是不允许携带枪支的。如果想探索公园北部 backcountry 部分，像防熊喷剂之类的装备是很有必要的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、订阅，咱们下次旅行见。